随着时代变迁，拥有百年历史的古厝逐渐的在消失。古厝在台湾并无法律保护，屋主想拆就拆，唯一能抢救的就是那不被岁月打败的百年花砖。花砖又称马约利卡瓷砖，是由日本进口到台湾的。早期的台湾社会将花砖用于各种装饰上，花砖不仅有装饰性，也是财力及地位的象征。花砖的图案类型繁多，有几何、花果、鸟兽等等，大多含有吉祥之意。从图样上可以看到早期人们对家庭寄托的希望。蝙蝠代表福气，寿桃代表长寿，保守瓜代表保护，石榴代表多子多孙，苹果代表平安，葡萄代表多子多孙，凤梨代表好运旺来。为了延续花砖的美，我们设计出不同系列的新花砖，并搭配吉祥成语给予命名，分为仿古、四季、几何以及节庆。仿古系列，福寿双全，鸟语花香，平平安安，百子千孙。四季系列，春兰蕙质兰心，夏荷感恩何德，秋菊黄花晚节，冬梅傲雪凄霜。节庆系列，剑兰允旦，福禄康宁，柯满星母亲节，慈爱母亲，水仙春节，群仙祝寿，玫瑰情人节，归情蜜意，菊花清明节，喜菊延年，紫阳花父亲节，寿比南山，矮牵牛国庆日，国恩家庆，木兰花教师节，春风化雨。几何系列，百合百年和和，山茶花春光长寿，梅花喜上眉梢，萱草宜男易寿，长春花天地长春。